紧邻台北101，信义商圈成为 A 级商办一级战区唯一散卖的顶级商办，再传交易记录。统一国际大楼16楼日前以每平近179万元成交，写下全国商办新高纪录。对于想进来的这些承租户或者是买方来讲，是一屋难求，那所以我们看到租金是连年上涨，那对于整个不管是投资或者是自用来讲，它的效益都非常高。所以我们看到只要有释出，都有这些投资公司或者是个人企业有兴趣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创高价其实并不意外。商用不动产热潮继续烧，表商裂地也不手软，像是台湾亨德利钟表2017年狠砸4.8亿买下忠孝东路5段1-2楼店面，换算下来一楼每平约430万，如今赶上商办热。在低迷的时间呢，你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更便宜的嘛，所以就是不是从压力的角度，是从一个投机的时机这个角度。具有中资色彩的亨德利财力雄厚，养地投资获利不少，曾在2014年把持有的东区75平金店面以高单价756万卖给同业金生仪。身为全台历史最悠久的钟表经销商，开业97年的金生仪同样累积丰沛金流。今年5月不畏疫情，花1.7亿元向房东大陆建设买下博爱店现址1楼店面，扣除车位单坪约在100万左右。市场解读，逢低进场比租更划算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